大家好，我是来自传奇星的陈立农。我的练习生经历是6个月，在陌生的环境下，我会显得比较害羞，也时常傻笑。如果我遇到我喜欢的人的话，我会不敢与他靠得太近，因为我的身体会像酱一样很僵硬。 Can it slow, slow, yeah, 'cause you're loving me right.